主料：泰国香米250克，泰国黑米30克，玉米渣80克。辅料：温开水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食材：泰国香米、泰国黑米和玉米渣。将米倒入电饭煲容器内，用清水洗两遍，倒入适量的温开水，浸泡大米30分钟，盖电饭煲盖，按下煮饭按钮，通电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煮饭前先用温水将大米浸泡30分钟，就能起到提高营养和口味的作用哦。嘻嘻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